妹妹，会痛无？你敢会痛？哈、啊？牛仔和细汉弟啊，五岁妹啊，逐天走两公里。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经过小桥和大道。加一个或者吴小妹，逐天得安尼走回去。啊，不过这不是伊愿意安尼走哟。弟弟坐后面，平常就是这样子去带姐姐啊。除到底最上吴小妹，甲爸爸妈妈小弟呢，一家伙啊五口，到底在一间一个月3000块税给出啊内底。今年开始读幼稚园大班。会再由这做水电的爸爸骑机车再去上课，下晡呢妈妈骑脚踏车接伊下课。你不会骑摩托车哈？大仙妹吴小妹甲脚踏车后座让予两个小弟，一路对妈妈安尼走回去，好好到厝距离2公里，得要走20分钟，连连走到皮皮喘。你足累没无？很辛苦哈、哦。记者哥哥对咧做体验，中途的阿伯浪岗停落来休喘。我不会觉得妹妹的因为这样子。乖啊！哎，我都经济状况都安尼，都社会都因讲，我等到不到斗三工。深受感动的网友呢，甲吴小妹告诉婆婆，嘛引来特别关心。有人想要捐这世代脚踏车嘞，社会局探视了来表示会来帮忙接送的问题。电影中心，嘉义报道。苹果欢庆15周年。送你100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